司机都不帮。所以假日一大早就要站桌子。一个半小时左右。为什么想去上课？因为我的英文能力不强，所以我想去上。第一个接触。你跟人家接触就是一种 contact， OK， 那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用联络，它有联络的意思在。Belly stays in contact with her friend. This locker pen, we. 因为我以前是开那个美语补习班的，他可能以前国中阶段的时候，那个学校方面可能在发音这方面没有特别去重视。那这种就会变成是一种那种叫恶性循环了，要变成说他 越不敢开口。一开始英文真的很烂，然后就是不会念，我连因为国小也没有学那个课程表，然后他们教我之后，就是原本从没什么兴趣，然后就是觉得还蛮好玩的，他们可以让我从不会到会。我自己有小孩，因为小孩跟他们年纪差不多，所以就有时候就觉得说，来这边之后才知道说有人像我自己小朋友，花钱叫他去补习，他去搞不好还不想去，有些人是没有机会可以去上课。师傅，师傅啊，谢谢。有没有？我们当初来这边的话。第一眼就让我们感觉这个家庭真的很值得我们关怀，第绝对要关怀他，然后想办法怎么来协助他改善一下家庭。当然这个不是说马上可以达到的。本来他的墙壁就像跟地上一样这样子，也凹凸不平。后来师兄他们也有用那个水泥那个补墙的。所以这个墙壁都比较平。所以你这样子上师大，有没有需要什么用品啊，或者哪些东西？就是那个我在说的那个衣服啊。衣服有了，衣服已经找到了。适合他吗？对，刚好身材差不多的。是哦。一个师姐的小孩，也是念师大的。看他们家的状况，看起来要栽培孩子，真的是。也真的非常困难，不管是经济上各方面的资源，桌椅都有送过来，所以他们念书比较方便了。以前是在椅子上，甚至在床铺上，两只脚翘着那个当桌子这样念，所以这些孩子也是非常的可取了。